咁晨曦会咧系由你爸爸啦，1968年咧喺浪茄湾开设香港第一间嘅福音戒毒中心。啊，其实点解阿陈宝罗牧师咧当时咧会拣到咁偏远嘅地方，即系开始由戒毒中心？当时喺佢嘅时代咧，好多人吸食白粉。嗯，佢今日见佢，听日佢就条尸就喺个垃圾箱嗰度。嗯，我爸爸嚟讲咧，佢用嘅人咧，全部都系过来人。系，虽然话佢哋改变咗，嗯，但佢哋仍然有啲陋习啊。我觉得我翻咗嚟香港服侍神，好过我做生意嘅，系咪啊？系啊，你聚积财宝在天上。系啊，我哋都要关顾嗰啲家人嘅，嗯，因为一个人吸毒，家人一定有事有问题嘅，嗯。